不会觉得你刚刚说的是幻觉的一部分？也有可能啊。那你可以分辨自己的理智跟幻觉吗？你试试看好不好？你相信你儿子吗？当然相信啦。那我跟你说，刚刚的都是幻觉，就是你刚刚说的。嗯。哎，因为你如果相信我的话，你就要全盘相信我，因为我现在是唯一帮你的人。但是你不相信我的。我没有不相信你，因为那个是幻觉，你在讲不存在的事情。那我就不知道了。对啊，所以你不用那么紧张，好不好？你有时候会很紧张，对不对？会吗？当然会啊。不用紧张啦，我保护你哦。好。嗯。好吧。没有黑道了。那这边一进来也有奖啊，所以不用怕有那种东西啊。你有靠山，你忘记了，对不对？我不知道。对啦，因为你这个脑转移哦，就比较会有这种情形啦。这比较属于比较恐慌的啦。嗯。所以你自己如果可以冷静哦，念一些阿弥陀佛，哦，然后就会比较理智一点，然后用智慧去看。好了好了，我被困了。